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我们不是为了截住生命，我们是为了拯救生命。十九大绝对安全。各位好，欢迎各位收看热线十二的系列节目《正义路上》。在之前的六天当中啊，我们为您介绍了北京公安的情况。今天呢，我们将为您播出最后一集。这期节目呢叫做《守望平安》，带您去了解那些平时没有案件处理却默默地守候着北京平安的警察们。短片过后，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啊。坐在我对面的是北京市公安局人口和基层工作管理总队的总队长刘涛。你好，欢迎刘总队。你好，主持人。另外两位呢是我们的嘉宾评论员，一位是吴学兰，另外一位是张斌。就说到派出所，两位觉得亲切吗？挺亲切的。嗯，张斌，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其实啊，派出所是我们警务工作重要的一环，应该说它跟老百姓的距离是最近的。老百姓对于很多公安民警或者说是这个政法系统的工作人员的印象，往往就是派出所的民警或者管片民警、社区民警。他一般都日常琐事，基本上都是这些街里街坊的小事、社区的小事、日常的一些文件啊、公务的处理等等。但是它起的作用，其实在我们国家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稳定，这国家是不是长治久安，往往就从一个一个派出所、一个一个的基层民警他的这种具体工作中得以体现。嗯，刘总，这是我们刚才的这个印象啊，在您的工作范畴之内啊，您觉得这个民警的工作特点又是什么？社区民警的工作啊，就刚刚张斌老师说的这个意思是非常准确的，他的工作非常琐碎，全是这种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它的重要性应该说从这么几个方面能够非常贴切地说清楚。一个呢，就是它真正的是在传达、宣传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政策，通过解决一些小的问题，把党的这种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到每一个群众之中。第二一个呢，它应该说是我们公安工作的一个基石。他的主要工作职责任务呢是人口的了解、群众的组织发动、社情民意的搜集、打击违法犯罪、社区防范的建设。那么这些事儿呢都跟老百姓呢息息相关，使得我们这社会啊更稳定，群众的生活环境更安宁。随着这个刘总队的介绍啊，我们对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啊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一个老民警的身上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我是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哎，你好，你好，哎，国平好，哎，国平好，当家在里边这儿了，在里边呢，谢谢。这个社区占地面积0.43平方公里，然后共有4个胡同、2个大街，然后北京人、外地人、外国人加一块，大约在6000人左右。我带上你这边哥，不能锁着，批评你一下啊，这从今以后不会锁。真别再锁了。这要找等你拿钥匙的呀。你别看我管那0.3平方公里，社区虽小，我觉得社区反里边反映的问题啊都是社会问题，社区里有什么社会上准有什么，一点不差。这个不装东西的盒子不要留的啊，该清清是吧，这通道一定要通畅是吧。你们那个灭火器你会用吗？
灭火器我们会用。您打我看看，每天清是吧？每天都清，都可没事。社区民警什么事都要顾及，什么事都要过问，什么事都要帮助，什么事都要服务。我觉得作为一名社区民警，站起来是把伞，能为百姓啊遮风挡雨；那俯下身呢，就是头牛，能为百姓呢鞠躬尽瘁。李警官挺好的，李警官对这个人特别平易近人，挺和气的，而且对工作挺认真负责的。我觉得作为李国平来讲，他是社区民警，但是呢，他是老百姓的，真是贴心人、知心人。你得知道服务什么，是吧？谁家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是吧？你得有这个互相了解。我觉得互相了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工作方法。年轻民警啊，到这个社区工作来啊，我觉得啊，很多朝气啊是有了，热情有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是吧？老传统不能丢，比如说怎么入户，比如说值班巡逻，不能有的基础上再来一些新的元素。所以感动我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对我的包容，对我的理解，对我的信任，这个拿什么都换不了，也仅此而已啊！以这个来支撑我这么多年，这方土地养育了我，是吧？我把心交给他们，同时呢，我也收服了他们的心。短片过后呢，我们回到演播室当中来啊。坐在我对面呢，换了一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政委刘少波，刘政委，欢迎你。好，主持人。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啊，我们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这个老警察呢，他说到最后一句话特别感动我，我没记清原话，大概意思就是，这些社区的居民信任我，他们也成就了我。实际上，警察跟群众之间，他是在逐步的积累的、建立的这样的一种信任。生活在这个社区，他就感觉到特别安全。咱北京公安这个民警，据说有一个传统，这个老的传统是什么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公安的这个传统，它实际上呢，也是这个像遗传基因一样，就是这个我们是一直实行这种师傅带徒弟这样的一种方式。民警上岗之前，都要有这样一个师傅来带，教是什么？规范可以教，但是怎么和老百姓相处？怎么对待老百姓，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容易能够接受，像这些东西好多都是从师傅这儿口传心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那这样我问你几个问题吧，也是很多媒体当中经常出现的词儿啊，比如说朝阳群众，还有这个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这些概念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你像他这个，不管是朝阳群众啊，包括我们的海淀网友啊，实际上啊，这是对我们这个参与这个社会治理这些人员的一个广泛性的称呼，表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社会是人人参与，又人人共享，人人都有这个社会治理的责任，人人都享受这个社会治理的成果。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人民营造自己安全家园的这样一种形态。刚才我们提到了，无论西城大妈呀、朝阳群众，说的那其实是警察吗？那都不是警察呀，说的是咱们老百姓自个儿。但是他们愿意来分享一些警察本身的一些工作的职能。警察也特别愿意在这些百姓的协助之下，我们来解决一些社会上的治安问题，甚至一些大案要案也是在群众协助之下破获的。你就可想而知，这个过程当中，警察赢得了人民的100%的一个信任。所以我们说是共治共享，在社区警察和百姓之间，我觉得是这样一种关系。就是我们的公安虽然现在面特别社区的治理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在互联网高速发达的今天，在一个流动人口不断加快的今天，难度确实很大，但是他这个传承没变。他说这个基因啊，我再给他破解一下这 DNA 啊，这个北京公安首都公安的他的这个基因其实什么，其实恰恰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工匠精神。警察的工匠精神，警察的工匠精神在哪儿？就在于干一行爱一行，来自群众，服务群众，同时师傅带徒弟的传帮带，只有这样手把手的带，他才有技术上的连结，情感上的延续，最终才能让每一代的不管什么时期，你会看到一代一代公安装备在变，
这个形象在变，但是他这个对老百姓的感情和服务热情从来没有变过。接下来呢，我们记者拍了这样一个短片，也是关于我们这个基层派出所民警的啊，但是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叫《珠峰上的民警》，我们去看一下。我叫罗健，是丰台分局东高地派出所万源东里社区的社区民警。我是1993年警校毕业就分到了这个派出所，而且呢就从事了社区民警的工作，这一干啊就是24年。我们才来关上门，怎么了？这会儿平湖公安局啊。哎呀，快假的，你看我老板把俺家的钱不存的钱，假的，你看看。喂，你是哪儿啊？我派出所民警，我派出所公安局的。你哪派出所的？偷什么吃啊你？你这个骗子！电话挂了。诈骗电话，典型的诈骗电话。我老天啊，我说是假的。工作当中啊，首先呢，要有责任心。你怎么去把居民的事儿当做你自己的事儿去处理？你要对这个社区的居民群众要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啊，没事啊，尤其是在外头走着的时候，别有人跟您一聊天，您就挺热情的，把家里什么底儿都跟人说了，回头人就骗您，知道吧？这上小册子上都写着呢。多注意一下，完了有什么情况，到时候给居委会打电话就行了。完了，这事儿，你看我这帽子都擦了。群众居民信任了我，相信了我，全心的去为我社区的居民群众去工作，去为他们排忧解难，顺利吗？还行吧，登顶那天算是今年整个登山季最好的一天。高汝新是罗健管片单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工程师，也是一名登山发烧友。2017年5月是他第二次挑战珠峰，在他精简的不能再精简的行囊中有两件特别的东西。我之所以愿意为罗健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已经为了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就我特别希望我也能为他去做一些事情。骑得挺顺利，但是呢因为那卡片特别小啊，风刮走了啊。对，好家伙，那也得感谢你，这也是100%完成了，把那名片留那儿了，以后登山的人再去上去，那就是我的管界了。啊，对，以后珠穆朗玛峰山顶属于东高地派出所管。啊，对，社区民警就是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真正说你干的工作怎么样，社区里老百姓说了算。好，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刚才我们听到罗健说了这样一句话，叫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其实我觉得再往深层次来挖的话，这应该是民警对于服务意识的重视啊。您怎么来理解现在我们的这个基层派出所这个服务意识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基层的警务工作，它的切入点实际上就是服务啊。在我们这个每天的接警当中啊，应该是80%-90%，都不是纯纯粹粹的报案，不是那种警务的这样的报警。嗯，我们的民警呢，出了很多很多的现场，实际上都是为老百姓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的困难、一些问题或者难题。每一次啊，对群众做出了一个服务性的这个举动，解决了一个问题，我们的老百姓啊，都是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态，这样的一种感恩。民警们呢得到的一种鼓励，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良性的循环。两位怎么认识这些年来我们这基层民警的服务意识的这种变化？虽然说社区民警其实他们搞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基层的管理，对吧？整个社会的他们也是一个末端，但是他们是通过什么来搞管理呢？他们是通过自己的服务去搞管理，而不是硬生生的说你应该怎么做，却是你有困难的时候来找我吧，我来帮你做。你比如说刚才那个罗健，你知道吗？我还看过他以前一个新闻，说他这些年啊，自行车就骑坏了6辆，就可想而知，到哪儿有事儿啊，他就第一时间他就要赶过去，挨家挨户的。是，所以呢，这种服务意识现在
在他们来说是超过了他们原本的那种管理的，但是说实话效果是什么呀？是事半功倍的，真正能够赢得老百姓的一种认可。从传统观感上，警察那是威严的，那是处理案情的，所以我们的观念要转变，不光是这个警务工作要转变，老百姓的观念也得转变，转变成什么呢？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片民警，我们的派出所的警员，他不仅是一个管理者，一个执法者，同时他更多的也是个服务者，这其实恰恰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的这样一种派出所或者社区民警制度的一个集中体现。其实刚才刘政委也提到了一点，说我们很多这个片区的民警就是出自我们片区啊，一般我们这个当地的住户就说，这不是老谁家小谁啊，应该这么说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民警啊，被称作是片区的闺女。大家好，大家好，哎，又换新曲子了。阿姨、姑妈，过节好，过节好。我跟您说，哎，单独说，单独说，就是我不是新搬来的吗？啊，没事。新搬来的，然后几号楼的？在那三号楼141。我叫沈琦，是咱们西城公安分局牛街派出所的民警。当时觉得这个社区民警，就是这外勤民警啊，我觉得他们的活啊特别复杂。为什么呢？这居民有什么事儿啊，都找外勤，都找社区民警，也就是找管片的，都家长里短的事儿也好，是大事儿也好，都跟管片民警说。后来真的接手这社区民警以后啊，觉得这社区民警干的活还真不单纯简单的说是复杂繁琐这样的，真的是要求社区民警要细心耐心，因为做的是群众工作。他最大的是贴心，他下基层，这最大特点，他不是高高在上，他社区的好多事情他都慢慢的帮他们协调。他穿着官衣呢，就是咱们警察，就代表政府，对吧？但实际呢，他是跟我们心贴心，就拿他当闺女一样，就跟亲闺女一样。我管这社区啊也快10年了，这10年的工作呀，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量变和质变。和居民的关系呢，经过一起的共事，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我感觉现在这个社区呀，就跟我们家一样，每一个社区居民都像是我的家人，就是家里的事儿。我呢也特别愿意让居民叫我闺女、主心骨。把你闸一关就不漏了。没事没事，现在我心过意不去。没事儿，没事没事，我们正常工作，谢谢您啊。得，拜拜拜拜。哎，有事打电话啊。前两天家里边漏水了，我没在家，完了老太太给我打电话，暖气跑水了，结果我也着急，又一时赶不回来，所以我就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打电话打这儿来了，因为我找不着别的人。我们之间有情，真的，我觉得管片儿吧，你不能说简单的说管理服务，这都不是简单的去做这每一件事儿。虽然做的是工作，但是我们在这儿是共同度过的是生命的一部分。我说什么来着？这是真的吗？我欠人家俩小两千块钱话费呢。电话已停机。嘿。这好老头儿，这几位还是走。837里头这电话被骗子已经列入这个电话名录里的，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别被骗子骗啊！完了，在这儿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有一个东西是最值得我珍惜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老百姓对我的需要，和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能够满足老百姓的需要，那个时候，那种。我觉得人生价值实现的那一刻，我觉得我是特别幸福的。好，短片过后呢，我们看到社区的闺女来了，就坐到对面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牛街派出所的民警沈琦。沈琦，刚才你在短片当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印象很深啊，说你希望他们跟你叫闺女，还有一个主心骨。是的。你分别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喜欢叫闺女，为什么喜欢叫主心骨？因为一开始啊，在社区里面工作的时候，大家会叫你沈警官。我觉得这个呢，这个称呼啊，有点生分，因为我觉得做的都是这个群众工作，跟老百姓平常都在一起，一起共事儿。我觉得只有跟群众交了心了，共了事儿了以后，这个称呼才能改变。所以说一般长辈呢，就咱们牛街人嘛，就老北京啊，就说哎，闺女来了，得，我觉得哎呀，特别亲切。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居民有遇上事儿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能求助于咱民警，
让咱们给他拿主意。完了，有的时候就说：“哎呀，你真是我的主心骨。”嗯，我觉得，哎呀，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肯定和褒奖。两位怎么理解这个闺女？我觉得这闺女太聪明了。嗯，我记得刚才短片里啊，有一个大姨提到她，这个真的笑纹都开了，就是说她最大特点是什么呀？她是贴心呐、啊。而且说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我们刚才也聊到，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传统的警察更威严一些。但是如果说这种社区民警能够像沈琦这样，就是哎隔壁的邻居，就是闺女，就是小妹妹、姐姐，他就真的是能够拉近警察和老百姓之间的这种距离。所以呢，其实他一开始说的就是，我不把我自己定位成一个警官，我不喜欢别人叫我沈警官，更喜欢叫闺女。其实他消除的就是百姓原本和警察之间有的这么一种距离感，他做到了，而且他做得非常好。嗯，谢谢。你看，我们经常说到这个老北京民警啊，他刚才我们提了 DNA。说这个传统啊，嗯，说今天我们继承了传统，也在不断的发扬。在你身上，你应该是今天我们采访的最年轻的一个警官了。这个继承和发扬是怎么理解的？是这样，跟各位老师也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的这个经历。嗯，对我的这个公安工作这个事业影响的有两位人，一个是我父亲。我父亲是一个直到退休都是一名侦查员，但是他曾经立过一等功，啊，从父亲身上我学到了忠诚、责任和坚守。还有一位呢，是我的师傅，就到了牛街派出所以后，我的师傅呢，他呢也是一个功臣，他曾经破获一个这个要案，也是大案立过功的。他教会我的就是要换位思考，因为我们做的是群众工作。刚才可能大家在那片里也看到了，就是以前我在琢磨开群众会的时候给老百姓打防疫针，您要防诈骗，您要防入室盗，您要防消防这个安全隐患，说了半天大家听明白吗？听明白了，回去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不锁门还不锁门。后来我就琢磨，我说这必须得让大家都记在心里。后来也是跟我们一个团队嘛，领导的支持，我们一个团队合作创作出了几个小剧本。从去年开始，我们默默地拍了两年，拍了四集，就是取自社区真实的案实例，老百姓亲身经历的故事，完了编这么一个小片儿，很有戏剧性的，还有的时候会有搞笑的情节。哦，完了之后呢，利用我们平常的7x24小时的社区工作，晚上的时候我开小剧场，我就把门一敞开，微信朋友圈一发，今儿晚上有小剧场，楼里头啪啪啪一贴小广告，今天晚上我这儿有节目播出。什么青少年安全教育啊，什么这个防诈骗啊等等这些节目，居民们就都来了。而且你还拍上小电影了，哎，拍把我们电视台的活儿都抢了，还拍了四部呢。啊，拍了四部，基本上都是大家就是防范的这个要点的这几集，这系列片《平安牛街》。完了拍了以后，大家居民来的，我就发现来的这些人不光有平常积极参加我们社区活动这些中老年人，连那个上班族、孩子们、家长们。他们都来看，都说这种宣传形式特别好，就生动的宣传啊。哎，是的，普通的我们说社区民警和我们的这种管片民警或者派出所民警，他的这个意义在哪儿啊？他不像缉毒警冲锋在前，很可能面临着牺牲，他也不像我们的刑警随时要担负着这个维护社会治安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些缉毒警啊、消防警，包括我们在正义之路里前面几期介绍的一些警察，他们更多叫什么？叫灭火者。出现了警情，出现了这个火灾，出现了重大的刑事案件，他是灭火者。而像沈琦这样的警员，他是什么？他叫防火者。嗯，他其实恰恰给我们的基层筑起了一道安全的防火墙，防患于未然。其实这也是我们目前啊警务工作的一个非常的重中之重的方面，那就是做好基层工作，做好社区工作。每个社区和谐稳定，自然首都就和谐稳定，首都和谐稳定，我们的国家就长治久安。嗯，既是防火者，同时也是解压人啊。嗯，接下来呢，我们再带大家认识这样一位被称作是社区的外交官的民警。派出所看一下消防，这样的安全出口这个标识有几个？你们这个安全出口有几个呀？通道后边，这就是正常的楼道。我叫严新卓，2012年的7月份啊，到海淀分局公安局中关村派出所参加工作。到现在呢，已经接手社区管华清家园第5个年头了。有个事儿，有个地儿，咱去看看去。想弄一个那个外国人服务中心。地儿我看好了。这儿不是就这个岗亭？我电话里跟你说的。咱们社区呢，华清家园这块主要还是以这个创新型的青年人才，
还有说是这个外国友人居多。去过这个金川办公室，想问问他们，我现在要做什么，要不要登机 ？Take your passport. Yeah. And the visa. Yeah. Here and yeah. The policeman will give you a paper like this to show that you have registered. Yeah. Yes. Yeah, I did it with the landlord. Okay. Okay. Yeah. So this is the right way, I think. 我觉得中国不管是哪一个城市，我觉得很安全。在北京很安全。这种安全，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有一个教授，他介绍了，因为对中国的警察，他们应该就帮助，怎么说，人民，所以这样的意思。就比如说老百姓，一件小事儿，他没法解决，但是这个其实对他而言，这事儿很重要。找到了社区民警，帮助他解决了一个问题以后，他会觉得我帮了他非常大的忙。那同样呢，比如说我在上勤的时候，或者说我在这个工作的时候，老百姓递给我一杯水，或者说给我拿个早点，他们认为是小事儿，反而对我而言，我觉得是一种莫大的褒奖。就是通过这种警与民的良性互动，是我做社区民警这几年来最大的一个感动，我觉得也是我管好社区的最大的动力之一吧。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看这个刘政委又回到我们演播室当中啊。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这个小伙子，哎呀，这外语很溜哈、啊。你怎么评价你的部下？我觉得他也不是学外语专科的，他就是个警校的毕业生。但是工作当中呢，这是一种需要，因为他管的这个社区，据我了解，70%的都是出租房屋，而且大部分住的，临近学校的一些研究生啊、留学生啊，所以呢，你就能够看出啊，咱们北京警察，从这些年轻人一代身上你再看，是吧？他们在成长，而且呢，都带着这种时代的需求的这种烙印。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是吧？为群众更好的服务，在这样的这种理念引领下，他们都在自己做着自己各自的准备。我看刚才这个评论员吴徐兰啊，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片中的小伙子赞不绝口。你什么感受？主要是因为他英语比我好太多了。我首先觉得真的他是一个一专多能的优秀的社区警察，或者说我对他的认可已经超出了他本身这个社区民警的这个范围。我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首都形象的代言人。我们都知道北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的都市，大的社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是愿意到北京来。如果说我们这些生活在海淀或者是生活在北京其他地方的外国友人，他通过他的微信微博，他通过他的方式告诉他国家其他人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北京是什么样，北京人是什么样，这种宣传效果非常好。但是他们首先接触的其实就是咱们这样的涉外的一些社区民警，所以每一个社区民警都是咱们首都这种国际大都市的一个形象宣传人。而且呢，经过他们进行对外宣传，我觉得效果是非常的生动，非常的鲜活，所以给刚才这个年轻的警官是点2个赞。北京定位要打造世界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那么这样的一个宜居怎么来保障？其实恰恰都需要这些管片民警，需要我们的基层的警员来进行一个有力的维护。所以我们说他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在适应着不同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变化，有的是采取刚才我们这个沈警官采取的是这种小视频的方式，你看我们这个中关村的跟外籍朋友打交道的警官采取的是我加强英语和沟通能力等等，他其实都在展现着这座城市的一个新的变化。这其实既符合了北京市未来发展的规划，同时也为各个城市的警务治理树立了一个标杆。那接下来呢，再让我们通过短片去深入的认识一下我们首都的民警。一个院平安了，一个胡同平安了，一条街平安了，整个社区平安了，这些小社区平安了，都要这么做的话，那大家都平安了。把你啊作为自己的孩子去看待，去关心，去爱护，那你有什么理由不把社区和社区居民当作自己的家人去维护呢？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能够满足老百姓的需要，那个时候那种我觉得人生价值实现的那一刻，我觉得我是特别幸福的。社区民警呢，
能够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也能体现自身价值。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刘总队又回来了啊！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北京未来的我们的民警的工作当中，您对自我的要求是什么样？这次派出所的改革呢，应该说更接近于派出所的实际。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改革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提出了一个7x24小时的服务。7x24小时的服务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社区警务队要建立一个7x24小时的警务室，让真正实现社区群众随时能找到派出所，随时能见到警察，随时有困难能够得到警察的救助，把我们的服务更贴近于群众，把我们的服务更符合今天社会发展的趋势，那么让群众更满意，啊，让我们的老百姓更踏实更安心。两位最后用你们的经历又简短的语言来总结一下对北京公安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社区民警，应该讲这是最平凡的一群警察，他们身上的光环要比那些缉毒英雄、刑侦的大要案的这个处理的英雄要少得多。但是有一句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他们也是整个公安机关里最重要的一份子，联系和老百姓之间的联系是最紧密的。所以社区民警他们的每一点奉献其实都是能够赢得老百姓最多的一个信任，尽管他们身上的光环并不那么的耀眼，但是我对他们表示我的敬重。让老百姓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总书记这个掷地有声的一个重要指示，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根本。你只有社会有正气，你才能民族才能兴旺发达，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它是一个递进关系的。为什么5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公安英模包括英雄集体表彰大会上特别强调，和平时期我们的公安干警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这样一个群体，其实恰恰体现他工作的特殊性。每越到节假日越到休息日的时候，他们越没有节假越没有休息，都是奋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正是他们这种奉献，其实带给我们一个和谐安宁的生活环境。我们说实现中国梦，2个100年，包括4个全面、5个一体，哪一个少得了公安的协助、公安的配合、公安的维护？所以我说多高的荣誉给他们其实都不为过。最后让我们刘总队代表我们北京的公安派出所民警，离我们最近的警察跟我们观众说一句话。那么我也想呢，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会给我们首都的人民群众啊提供一个更好、更安全、更稳定的社会环境，让大家能够安居乐业。谢谢。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在正义路上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就播完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让更多的人能够感觉到我们公安警察呢在正义的路上不断的努力着，也让我们不断地安全地走在幸福的路上。所以希望更多的人在看了节目之后呢，对我们的公安有更多的理解。好，感谢您收看我们的系列节目《正义路上》，再见。
收到，请讲。这个案件需要你24小时付出。